三二一，哇，欸，很帅。打了荷尔蒙之后，你会开始有喉结，开始长体毛，阴毛会长得特别快，爆炸，生殖器会有一点变化，阴会变得比较像龟。胸部原本很大嘛，低罩杯，发现有很多想要当男生的女生，她们其实胸部都超大。你女装一开始就拿这么小朋友的，该不会是你只有这个时候是女生的样子而已？因为我还没上幼稚园，我就已经有性别认同。哎，那其实很早就发现自己的性别认同。那时候如果要当跨性别的话，其实会怕被人家异样眼光。可是你那时候好像没在怕的，没怕。好，我刚刚说这位是女跨男，那我们来倒数三秒，请他拿下来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庐山真面目。三二一，对镜头放电一下。哎，很帅。我后来看到你有一张照片非常厉害，是对着镜子自拍露胸肌的，然后后来我发现奇怪，这个关好像有点，就是你知道我们这种圈子的都会有一个雷达，就算你变得再怎么样，我们就是会有一个就是感应，感应就是我会感应。就是说，哎，这个是男的，这个是女的，这个不一样，就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你也有吧？会。这个照片是在你什么时候？这个应该是1岁左右吧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男装生活呢？我有意识以来，我就不穿裙子。这个时候是你没办法自己选择，家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可能就是开始3岁比较有自我意识的时候，我就不穿了。我不排斥可以换女装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男生。哦，所以你那时候换女装只是为了要应付家人的，我家人不会要求这个，是学校，哦，因为你不穿裙子他会记你过。天哪，所以你小时候上厕所的时候走男厕还是女厕？一开始还是会走女厕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用荷尔蒙，但是因为你的装扮完全是男生，你不讲话人家还是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会有男生，对对，还会有女生走到外面去确认是不是正确是女厕。打了荷尔蒙之后大概半年左右到一年的期间，会五官开始变得比较阳刚，我们的变化会比你们男跨女更大，包含喉结，所以声音完全不用去动刀，不用动刀，直接吃药跟打荷尔蒙进去就变了。 对，就喉结就会长出来，喉结就长出来。体毛，你说体毛包含就是胸毛会长吗？我没有长到胸毛，但是奶头附近会有，然后肚子、肚毛，然后阴毛会长得特别快吗？超快，因为男性爆炸。所以你从小就头发都剃那么短？对，那最长就这么长。有一个阶段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很奇怪，是可能他们会要求要耳下3公分，但是他又说我头发太长，可能因为有的老师以为你是男的，有的老师以为你女的，后来我就很不爽，就直接剃平。知道我是女生的老师又不爽，没有一个标准，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分辨。那我国小的老师还有那种还要去上厕所，我说那我也要去，结果我跟他一起进女厕，他说，哎，就算你跟老师感情很好，你也不可以跟老师一起进女厕。我就说不是啊，老师，我是女生哎。他说天哪，我发现新大陆，他教我3年，第一次知道我是女孩子。哎，那很厉害。那你曾经有跟男性交往或是发生关系的经验吗？没有办法，因为就是没有恋爱感，所以不会产生情愫。你是什么星座的？我是处女座。哦，处女座就是很古猫，哎，而且非常的有洁癖。所以你对于没有跟你交往，然后你是没有办法跟对方发生性行为，一夜情是没办法接受的。哎，这不一定，不一定的。如果是单身状态，然后有聊过很不错，有感情的，我觉得还是可以。但是你就是没办法接受自己跟男生，就真的没有产生过情愫。可是我不排斥男生，这是真的。你说不，所谓的不排斥是说不排斥跟男生发生性行为吗？就是没有想象过这件事情，因为无法想象。但是我不会把话说得很死，就是，哦，我这辈子不可能爱男生，或者是我不可能跟男生交往。我曾经也说过我不可能会喜欢三性啊，结果你喜欢上我的朋友。对啊。那他如果他下面还没动掉的时候，你可以给他弄吗？我爱他，我觉得可以。那你是什么时候破处的呢？没有，我没有被棒子捅过，但是我有让女朋友尝试用手去挖这样。对，但是我的反应就是很没办法接受，所以他们就作罢了。那进去的感觉是舒服的吗？不舒服，异物进入。因为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就是因为像我做人工阴道之后呢，我就是觉得说女生被挖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我没有办法很明确，但是我知道他们是舒服。但是你被挖你是不舒服？我不舒服，因为我不觉得我应该有那个通道。那你为了想要做男生，你付出什么样的努力？例如就是把胸部拿掉啊。我开始用荷尔蒙之后开始健身，去做平胸手术。平胸手术大概多少钱？15万。那会不会很痛？我觉得现在技术都没有到很痛，就是4天就可以把阴流管。你胸部原本很大吗？低罩杯。
欸，他原本第一罩杯跟我一样大欸，而且我发现有很多想要当男生的女生，他们其实胸部都超大欸。对，我认识蛮多兄弟都是这样，而且他们都要穿束胸。那你有经过穿束胸这个时期吗？有，我从国小升国中的时候就开始穿束胸，然后我很幸运是我没有下垂，所以我的疤痕就不明显。第一要说到品其实很困难欸，他束胸就越出越好，他会出什么加强版，就是更不好穿的，可他前面就感觉会有一块板子真的就把你压平。所以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把胸部藏起来，是因为你觉得说有胸部很奇怪？对，很丑。而且我小的时候因为开始发育嘛，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很智障的行为，就是我讨厌我的胸部，所以我疯狂的捶它，就他妈越捶越大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哎，这样子反而会刺激它。那你有试过哪一些控制荷尔蒙的办法吗？打针。打针是最快的吗？打针最快。之前就是我想要变成女生嘛，然后他们就会说要吃抗雄性，然后再补充女性荷尔蒙。那女生想要变成男生的话，也是用这种方法吗？我有蛮多朋友是用吃的，可是他们的反应都不是很好，就是痘痘猛长，然后掉头发也蛮严重，就是荷尔蒙失调严重。然后后来我是听药师的建议，他就是用打针剂的，然后你要定时定量。所以意思是说，如果我现在想要变回男生的样子，我只要打男性荷尔蒙进去就好了。可是你已经摘除了。对啊，那摘除之后我打男性荷尔蒙进去是不是？女变男用荷尔蒙的话，会类似像进入男生青春期的一个转变，就是你会开始有喉结，开始长体毛，生殖器会有一点变化。我很好奇生殖器会有什么变化？就是它阴会变得比较像龟。你说拉长这样？对，拉长变大，但是不要觉得会大到你们想要的样子，只会大一点。就大概跟你的手指差不多跑出来这样。对，跑出来。那到底会多大就看每个人婴儿而已。那这样长出来会不会被玩弄的时候会更有感觉？我觉得女生本来就比较有感觉，然后她凸出来的时候就是很容易被摸到。那我好奇就是你现在穿的内裤，你穿的是男生的内裤？男生内裤。男生内裤是四角裤还是三角裤？四角。这样你会比较舒服？比较舒服。因为我像我以前有一些比较贴比较连身的衣服啊，就没办法穿，因为毕竟下面器官还没变嘛。嗯。那有时候走在路上一直磨，因为一直磨磨磨，就会有生理反应，然后突然就下面这大包在那，就是会凸出来啊，好棒！但是就是会有突兀啊，就是上面弄得漂漂亮亮的，整形整得漂漂亮亮的，然后胸部也漂漂亮亮，但是下面就是很明显就是凸包在那。对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好烦，我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一包要是不见该有多好，就没有想到最后真的成功去弄完了。那你有想过说要生小孩子吗？你喜欢小孩子吗？我喜欢小孩，可是我没有想过自己会生小孩。我曾经有想说，如果他是还有精子的，我们两个小孩应该是会很棒，天跟精灵一样的。我觉得生出来基因会非常好，因为重点是他皮肤条件非常好，就是白到发光。那你觉得会是一个遗憾吗？因为很多人都会跟我说什么，我应该要在变性前去把精子冻起来，然后以后想要自己的小孩这样。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有经历过家庭跟婚姻，然后我也曾经经历过另外一半也有小孩，那我觉得这都体验过，其实真的会失去原本想要的生活品质。你要一切都给孩子，因为我是这样子的人，所以我知道如果有小孩之后我还是会这样，所以我会觉得这不是我未来想要的生活，我不想要再失去两个人应该开心的那种生活品质。所以你现在月经还会来吗？就是像你这样吃男性荷尔蒙的话，其实会让月经不会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会来。上一次停药是因为要做手术，停了快两个月，那个时候有来，打了荷尔蒙之后这个器官类似停止运作，它就不排卵了。对，所以就没有再有月经。那你的家人怎么看待你跨男的决定？我爸就只跟我说，我不想要知道什么过程，但是你要知道这很辛苦。那我只问你一句话，你快乐吗？欸，那你爸其实很开明。对啊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是快乐的，他支持我。那我妈说会不会有健康的余力，你会不会早死？我说现在的手术不会让我早死，而且你正确使用荷尔蒙其实反而是健康的，而且还活得比一般人久。对，那会早死的跨性别基本上都是被霸凌，心理状态有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呼吁大家真的不要去欺负我，因为并不是每个人心脏很强大，因为像我觉得你被欺负应该你算是会反击的那种，吵架回去那一种。吵架王，我跟所有的跨性别讲，会霸凌你的那些人才是不应该存在在这个世界，你没有错，你们真的没有错。这句话很赞。那你未来会做变性手术吗？就因为你上面已经弄了。我考虑很多欸，因为我觉得我看过的案例，你术后之后要保养，没有办法像你们就是用自己的材料做，它是要挖身上的肉去做，然后它是肌肉，没有海绵体，
你必须自己去拉扯它，它才可以维持它的大小。像我们如果不运动，肌肉就会萎缩。如果我是一个男性，我怎么能接受我的性器官会萎缩？所以我不一定会做到那个。而且花的费用好像是我们男跨女的一两倍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我这么瘦，说真的，做起来很小，不如不要做。对啊，不如不要做。现在很多玩具可以用。对。你可以讲一句撩 A 啦的话，撩看看，看看是不是撩妹达人。我看他，我也想笑，因为今天太男生了啦。还是你撩我好了，你是男人。那我照顾你好吧？跟你讲，我从今天开始我保护你，好吗？嗯，很难。